自从7月1号打草房正式上路以来，你看今天是7月25号，对不对？将近2个礼拜、3个礼拜的时间，其实市场已经有一些改变了。那如果你还是感觉不到市场改变，或者说你今天才刚加入这个市场的话，你会觉得除了话术，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跟我讲的不太一样？那可是实际上市场是真的在这里。我今天都用数字来告诉你哪一个地方会很惨，会跌价格，预估有多少。